耶耶耶！摸啦！断了一个头啊！哦，可以，可以的哦！哇，成功了！哇！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 ！Merry Christmas！大家好，我是杰克三千。今天我们要到张总的别墅里度过圣诞节。大家已经忙着准备圣诞大餐。小朋友完成了水果圣诞树。接下来，张总和王姓美食家要为大家煮热红酒。哇，这么好看啊！对呀，我也觉得我喝下去暴殄天物。来来，下午您辛苦了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！ 今日的主餐烤火鸡也快好了，切不下去，这是一块骨头，怎么视频里面都很好切的呢？还搭配其他应景而又洋气的菜色。切不消了都，哇！连黄姨都觉得淡的东西肯定很淡。吃完午餐，张总为我们准备了鱿鱼游戏里面的碰糖游戏。对呀，拿个难一点的呀。奥特，你既然玩这个，就要玩个难的，对吧？伞算难吗？伞超难。最难的，鱿鱼游戏第一轮，对，哎，这正的，来给你，正的，你想的，那我们三个伞不就直接就这个伞太难了吧？我下是不是来我们手了？耶耶耶！怎么还在笑？不应该很紧张吗？伞这样会断的啦。不是，你要用牙齿的纹路咬出来这个。太辛苦了，真的是。接下来是神秘拆礼物环节。礼物最便宜的30块，最贵的500块，看大家的手气了啊！要粉的还是要粉？就是香薰。讲出来。哦，宝宝不好。哦，你要选一个。我选这个。他就跟我说，我这个是200块。冰箱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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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薰仪式的，谢谢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欺骗还是面膜啊？哦，不，眼妆的，非常适合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天色渐暗，大家开始张罗晚餐。哦，肉就直接跑出来。肉已经拉出来。哇，
真正的蟹肉棒。对，这个给我先吃一块，怎么样？是冰的。烧一烧吧，烧一半再吃吧。不要紧，可以吃冰的。如果再把搿个就是不如弄啊，锅啊。不是，阿拉没有，不是不如弄啊，我啥吧？但是小姑娘侪有搿种锅。哇！烧起来。那么一个料酒要勿啦？要。料酒辣盖底冻这里。这是料酒啊，这是绿酒啊，不是黄酒啊。黄酒啊，黄酒啊，我们三锅就黄酒。小朋友不是最喜欢这款酒？它是日剧里面的小孩。对呀、啊，我热泪盈眶不拍。捧我，稍微有点湿，还有待改进，汁还收的不够。你少吃点干嘛？来来试菜试菜试菜，来试菜，好吃啊好吃啊！哦，这个肉好吃，哦，好美味。看看看这个肉质啊，看看一条一丝一丝的，这到底是正宗的蟹肉棒。感谢张总精心安排的各项活动和美味的食物。我们欢乐的圣诞节就告一段落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杰克三千，我们下次见。